今天吃手抓饼，还有这个小米南瓜玉米粥。这款玉米粥它的配料非常简单，它只有玉米、南瓜、黄小米，还有红薯和大米，其他的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如果你感觉你喝不习惯这个玉米的味道，你可以往里面放点糖或者是蜂蜜，还有牛奶，泡起来都非常好喝。好了。